我们学校非常难得在总统嘉奖第一届我们就有一位小朋友得奖，那事隔18年我们余生小朋友又再次获得这个奖项真的是我们南镇之光。校长，那我们学校对于这个球队有什么特别的引导还是怎么样？我们学校巧妇球算是推展也蛮多年我们现在是由林洋志主任在代理。余山是队长嘛余山是我们巧妇球的队长。校长，那余山的家庭状况能不能描述一下？余山算是我们新住民的子女那目前妈妈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就跟爸爸两个相依为命。那家里算蛮清寒的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余山的那个学习态度呢？他学习这方面非常的好，那在课业上也都经常保持第一名那平常也很愿意帮助其他的小朋友那还有当我们资源班的小天使，对不对？资源班的小天使。你打算把这个奖金怎么运用？把它存起来，当成大学的那个金。你说你刚刚感到可惜是什么事情？是因为戴志颖要去印尼比赛，所以看不到他。你在学校这方面你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嗜好吗？打巧固球。什么球？巧固球。巧固球，你也是固球队的队员吗？队长。队长，你有去哪里比赛过？彰化县县长杯跟教育杯。有没有获奖？第二名。好，帮忙了。困难。同时，比如说是比较受到欺负吗？也可以。我会去跟老师讲。他说球队方面，你怎么去带领你的那个球队？怎么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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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他们讲要怎么打，然后他从哪个角度去。你算是小教练的，有几年的经历？一年而已。一年而已，那成绩还算是不错。家里做什么的？机车行。寻宝记跟介绍地球的。小说呢？小说，少年小说。少年小说。你大概喜欢阅读的话，就是这两种路线来。不喜欢科学。科学呢？科学还好。等一下。都算心内欢喜啦，感谢这老师啦。过来，我就实真正袂晓讲。医生真乖吼。咱讲实足乖啦，从出事了就算足乖啦。